咁啊，去下一套啦。嗯，下一套系咩啊？跟住点啊？不如净系讲《六嘴怪同学》啦，胡松耀啊有。其实好简单啫，其实今季有少女番大概有三套啦，你同上位四套啦。咁《龙嘴怪盗》算其一套，而呢一套我比较算系推荐嘅一套嘅，就系咁呢一套嘢其实就同我问个问题先，点解个同学有几怪啊？点解叫怪同学？嗱，咁就出事啦。其实呢套咧，我觉得文不对题嘅真系。男主角佢就话怪嘛，咁其实佢一啲都唔怪嘅，就系佢只不过系成佢就系，但又有啲暴力倾向，做啲嘢都细路仔嘅啫。但关键成日佢好一个正常男人嚟嘅，就系、是。即系动画睇咁多集，睇到最尾我完全觉得佢怪。我想问你，正常男人呢个字系点 define 嘅？即系我唔明白你讲嗰个系点解啊？我想知啫。我都想知正常点 define 喎，大佬。我唔知喎、啊，真系。即系你明啊？你个定义同听众嘅定义可能有少少唔同噶嘛？唔系，即系佢话怪，但你睇成件事就系、是，除咗开头佢执只鸡拍后养之外咧，就冇咩咯。鸡咩样啊？因为佢。收隻雞或者雞可憐就搵人養，但冇人肯養，跟住喺學校整個雞寮俾佢養，就咁、是、樣。我話咩呢？冇問題呀，其實好正常咗。即係啲攞嚟食抗生素嗰啲雞呀。佢唔返學，咁你就叫佢返學校，跟住黐咗主角。好正常啫，大佬有問題呢？即係喺小馬嗰陣啲好平常嘅事喎，真係。咁即係 absentee 呢一賣白色嘅話。即係你話佢怪，你知有啲怪異突出嘅地方，你睇 OP 可能係好似野獸，可能做嘢漫不講理。但又唔係，多條所謂都需要，但又冇呢件事喎就，咁即係點咧？我完全唔知啦就 ，sorry， 唔好意思即係。咁如果大家知道佢有幾怪，我想問佢哋會變情侶嘅 suppose 係已經變咗情侶㗎啦係。哦，繼續啦。嗱，情侶開始出咗問題啦。通常少女漫畫嚟講，點解少女漫畫會俾你即係咧有代入感啊嘛？但呢個嘢冇代入感嘅，唔好意思。即係有個變態男朋友，你覺得代入唔到咁樣？唔係，男朋友變態唔係問題，因為男朋友。你乜讲下先？唔系乜讲下来先，大佬。唔系问题，主要系女主角阿胡松瑶身上。阿米雪，唔好女主角就唔系胡松瑶，我想知女主角配音系胡松瑶。系啦，你呢个讲法太奇怪啦，因为胡松瑶就要我有好多人就代入嘅。你咁讲系小小酷，系小小酷。咁佢点解个问题呢？因为佢动画设定上佢一个高材生，佢读书就为咗要搵啲好成绩，搵个好前途，跟住搵个。好有钱嘅男人嫁出去，咁有钱可以系，咁好现实嘅一个女人嚟嘅。唔系，如果系搵个有钱佬嫁，唔需要读书喎。唔系佢读高啲，咁唔知啊，佢逻辑系咁啦，佢考个试先，读啲好嘅大学，睇唔起啲冇学识嘅人噶嘛，有啲人。系，咁佢就点解会黐？因为有同阿男主角吉田春有关系咧，因为吉田春成绩好过佢嘅，因为佢学年第二，学年第一嘅系。所以后来之后两个就夹埋一齐啦，就好呢、這个唔系问题。快你因为成绩差，跟住后来同佢拼下，拼出啲火花咁冇问题，好合理啊。但系成件事佢太过理性，故事由头到尾，即系佢可以为咗读书，佢系为咗读书可以唔使呢个男朋友嘅。呢、這个剧情喺小妈妈系完全几乎冇乜出现过嘅，系即系佢完全入到爱情入面啦。佢所谓嘅拍拖就系冇话得闲就出嚟见下面，因为喺度做功课啊，嘢都唔系约会出街嘅大佬。即系佢冇个爱情嗰种 feel 嘅，都几另类嘅拍拖啊呢啲啊。冇啊！我要考试啊，你唔好嚟搵我啊！即系我你拍咩拖你哋？我哋今晚食咩啊？不如食 by all pass paper 啊咁样。约会去图书馆做 pass paper， 考试你唔好嚟搵我，我温书。你拍咩拖你哋？即系完全错晒呢个爱情故事系。咁其实佢同啲原笔拍拖似啲。即系完，即系你见到佢哋两个冇咩爱情嘅火花出现咗，即系擦唔到出嚟啊！就系、是、即系配对比较怪嘅，点解会系？咁做咩拍拖咧？唔好问我。嗱，咁啊，你仲有冇嘢補充啊？有噶，其實嗱，點解呢度有我推介大家睇咧？因為大家睇嘅唔係睇女主角，係睇啲女配角。女配角佢哋真係愛情少少好睇嘅，係點解？點解咧？嗱，佢哋拍緊拖嘅咩？即係第三者點樣叫長噶？唔係第三者，係同其他配對，即係例如女配角阿夏沫，學完第一美少女夏沫咧，就同個大叔拍暗戀個大叔。大叔係呢先至有浪漫啊嘛，大佬同你好有代入感嚟噶，代入冇浪漫唔係。即系你见到一个少怀春嘅少女中意咗个大叔暗恋佢，得闲小鹿乱撞揾佢又唔想揾佢咁嘅情况之下咧，呢啲爱情作品应该有桥段嚟噶嘛，大佬真系。即系点讲啊？期待啊嘛，系嘛？系咯，即系好似花泽香菜咁，见到阿吉田春就有面红耳赤咁，又想讲又唔想讲，呢先系爱情作品嚟噶嘛，应该有。你要考虑到我哋嘅播放时间系大家食完饭之后，咁所以可以收敛少少嘅友情。
繼續啦，其他女配角有啲咩嘢？諗到啲咩呀大佬？唔係呀，你講完話胡松耀，跟住又講花澤香菜，好多人嘅夢想會俾人破碎咗㗎嘛，你明明知嗰班友係有出寫真集嘅，然後你不斷你唔係你個問題你慣咗將嗰啲角色名又改咗聲優名吧。咁有時好似就代入或者誤會咗㗎嘛。寫真集有問題？咁然後你又講話男朋友變態冇問題呀、啊。花澤香菜有咩問題呀、啊、大佬？花澤香菜可以換大叔。唔係花香菜。夏木，我讲我角色名系夏木嘅，大佬。花城香菜嗰个角色应该千鹤。系女班长、委员长、三景嘅，真系啲错晒咗。继续。冇噶咯，女配角你使啲两 pair 比较算好啲。呢个话好多嘅，但系得一个两个。即系话佢呢有马觉得呢套嘢嘅重点唔系喺男女主角身上咯，就反而睇佢其他角色嘅故事，反而仲故事仲好睇。咦，咁样妹仔大过主人公噶咯？算系啦，好多少女漫画都系咁嘅，有时。即系不人机啊，所谓嘅系咯系咯，即系个副嘅 dominate 得滞啊，同埋呢个推介就系个 ending 啦，狗拉最新嘅力作。咁其实咩叫狗拉？恶女啊，边个狗边个拉？顶你关唱杀一唱英文个拉啊，系啊拉啊咩啊？之前嗰套乜鬼？你应该有听过嘅以乐星嗰套啊 ending 啊，同个 P 啊，佢有唱噶嘛？佢哋咪。呢套呢、這個樂隊其實佢近呢幾年佢都有唱歌，又係有日劇歌都有唱嘅。但問題之前嗰幾首咧唔係中意，即係我今日睇嘅 Star Driver 咧《眼前一亮》之後咧，其實新作佢啲歌唔係特別好聽，係去到呢一首《狗拉 Ending》我先開始眼前一亮，因為佢歌喉進步之後咧係五個人唱歌，但係問題你嘅覺得一把聲就得。歌喉進步定係電腦吞得勁嘅？我唔知電腦吞啊，咁我好多歌識電腦吞講，我唔知啦。唔係嘅，如果你吞咗覺得係好聽嘅，咁都見功力嘅。唔係我調翻轉啦，可唔可以話個混音做得好咗應該？即係你話一把聲啊，我唔係㗎。佢上一嗱佢嚟九今次呢首歌就一套應該係同日劇唱嘅，歌手完全係唔掂嘅。你嗰邊聽到幾講混嘅一齊唱嘅就，即係我懷疑應該佢真係唱得好嘅，應該就係、是。呢、這個唔應該混啦，要混嘅次都可以混得啦，就咁樣。最後講翻一樣嘢啦，就係話某程度上有馬講嘅嘢咧，就我抱起呢個中性意見嘅，就因為男朋友變態冇所謂咁樣。咁其實大家要明白一種 Lovers 嘅女主角嘅感受。好啦，講完下一度。